我今天讲得非常清楚啊，你的命是可以改，但是所能改的很有限，而且要你自己改，别人是无法替你改。凡是有人告诉你我要替你改命的，你知道他就是骗财骗色的人，那你上当在干什么？为什么？心一改，相就改，相一改，命就改。你的所有东西都写在脸上。那问题是哪照镜子的时候你看不懂你的问题在哪里？以后看照镜子，不要说我长得好不好看，头发怎么样，看它干什么嘛？以后拿到镜子，第一个先看这条线直不直，这最要紧，这条线直不直？一看鼻子歪的，你就知道完蛋了，心歪的。心一歪，鼻子先歪。你不相信？你回去拿个镜子，你连舌头伸出来都是歪的。舌头伸出来不是歪这边就歪这边，你要直直的伸出来，很难，很难。